星光金控长期以来对于节能减碳呢有着很积极的作为，包括我们在所有的营业据点呢都一律采用节能的灯具，另外呢我们也会提醒同仁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呢要随手关灯，而我们的空调温度呢也会设定在26到28度之间，在夏天呢我们也会推动夏季清山，那也可以节省我们的空调用电。星光金控响应